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然后这款叫我炮塔大师。战斗吧，这种小游戏可能是怎样？广告比较多是不是啊？就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射击游戏，下载次数10000+，然后不是亲友啦，无意间看到的，无意间看到的，来玩玩看。其实 Play 上的很多游戏啊，就看他推不推荐。新的炮塔，看起来是这边要花金币，然后招募炮塔吧，可以合成吧？那我们先不合成。啊，看广告，我们不要看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强制广告啊。因为有时候这种游戏会有强制广告啊，就胜利啊或失败啊，请你看广告。合成教学，新的炮塔，这样，合成教学，哦，怎么有一个是散射的哦？我受伤了，不过过了。即将播放赞助广告，我就说吧，强制广告来了。怎么没播？还是他那个广告播放器坏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呜，这什么东西？它一直掉钱呢。这是一个涉及给钱钱的游戏。即将播放赞助广告，真的有广告啊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哦，这个画面很熟啦，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游戏，而且它在那边秀的是英文。大家看到你猜得出来吗？不过这30秒有点久，有点久，是不是最近的那个《诸神大乱斗》啊？《诸神大乱斗》，我来看一下。是另外一款啦、然后那一款我也是模拟器不能玩，我就没玩。啊，新的炮塔，它有那个强制广告啊，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就不要玩。我今天也没看什么广告，因为我平常会看那个 KO 4 Star 啊，每天都会看广告拿奖励嘛。啊，因为它已经要停止营运了，4个月后，它直接送你1个月去广告。所以我今天那个直接去广告了，去广告就是你看所有的广告奖励就直接给你啊！啊，救命啊！怎么这样啊？打不动哎！加码看广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音乐音效嘛，还有一些震动啊，荧幕晃动啊。去广告的话多少钱呢、有看到吗？超值月卡特权没看到哎、这里啊，这个我点点看。手厨加码，我要手厨啊。手厨的话，任意金额可以永久移出弹出式广告，然后获得5星的皮色强稀有。这种游戏应该没有人玩吧？没有人试玩，就只有我而已。为什么没有人试玩？因为可能没有流量啊。新手组合包就跟三消游戏一样啊，我现在比较不看三消游戏。这个是那个上古世纪战争。今天是6月 28,6 月27的晚上8点开服，但是不能用模拟器玩。然后只能用那个 Play 商店的那个模拟器，官方模拟器就 Windows 版本的。那我刚搞了半个小时没装好，我就放弃了。因为它就装在我西槽，我西槽就不够大。
然后就那边卡在那边100%，我等了一下后，我就放弃也算了，换了。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看广告啊。我今天玩，刚说了嘛，我今天玩 KOF 没广告可看啊，我都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新游在打广告。看广告也是需要的啦，就对我这种每天要玩四玩四五的，我是还蛮需要看广告的，我才能知道说，哎，最近有什么游戏在宣传，那我都没玩过，或是我不知道。天啊天啊天啊，还好过了，我击败了全球28%的玩家，也就是说有20%的玩家受不了广告离开了，删除游戏。我不知道这个战力多少，伤害一有、哦、那合成会怎样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个是二星嘛，这个伤害二，然后这个伤害一。我这血量比较低，那个是20嘛，它合并之后伤害是 double， 没错，没错。但是我们这个格子还够啊，轻松啊！哎呦，这什么通知？我他会发射子弹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我快被炸死啊！他们怎么那么凶，越来越凶了。不了，谢谢。我们是炮塔大师。这游戏要预先注册哦，极速3秒，我来注册一下看看。啊，刚注册了 GMAI 游戏，就是有时候我会透过这个看广告来注册游戏，因为那个你如果去他专门注册那边，有时候人是看不到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抠啊。Play 商店很抠啊，他把那个搜寻控制的死死的，因为他要逼厂商去花钱，硬打爆你们，反正我就受伤了，没差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放置奖励，领取每日任务，去广告在这了，好，去广告在这，好，现在是第13关。这个刚看过了，然后竞技场，跟别人对打、哦，我不能动啊！这他看起来是完全比战力，两边互射比战力。哎呦，120，我147，结果我竟然勉强获胜。啊，通行证，咦、欸，4000，错了，1000，呵呵，哦，10000，这边是40000。OK， 继续买新的炮塔，没钱的啦。哦，变好强哦，我。我不管他的子弹了，然后他射就射了，反正我也拿他没辙。我们继续看广告，我们今天就看广告啊。这刚刚那个嘛，极速三国啊，这是比较长，这是30秒，我们跳过吧。好，看完了陈建斌，之前有演过曹操吧，然后也演过蛮多皇帝的，三国曹操他演过嘛。演技很好，大陆演员嘛，找他来代言，蛮符合他的形象的，代言三国。就是还蛮那个杀时间，然后疗愈的，涉及疗愈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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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爆他！我已经满了，我放在背包，我来合成一下。
快速上阵。怎么长这样？帮我安排的。哦哦，我更强，好强哦！我变成一个飞机啊，好像飞机坦克。继续看广告，不要又来了，技术山谷。哦，魔力宝贝冒险星团天团，前几天的吧。好，跳过，它是5秒的，它有5秒也有30秒的啦。我平时是不大会让大家一起跟着我看广告，但是我今天还蛮需要看广告的。每天不看个十几二十个不过瘾啊，觉得身体怪怪的。嘣，大家就跟着我一起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手游啊。我这个好像有一个那个物证的那个什么上阵的数量15分之14的，哦，就是我不肯把它填满是15格，现在是15，这边数字比较小，战场炮塔数是15分之15，然后这边是怎样，两倍数是怎样，金币加倍券，哦，金币加倍券，我现在还有12分钟，也就是说我现在金币是 double 的，然后我的等级还很低，还不到2级。就还是一个小菜鸟，然后这边有看广告，啊，一些基金啊、月卡，啊，我刚刚都有看了一下嘛，很简单的一个游戏啊。有人喜欢玩这种射击啊、益智的啊。哇，300%，再来。什么广告？又是你 G 妹游戏 ，G 妹游戏很坑啊！G 妹游戏很坑啊！但是他广告打很凶，他是一个广告打很凶的一个代理商。以前都玩他们的网页游戏，玩蛮多的。玩最久是那个《火影忍者 Online》啊，然后玩了3年吧，然后就倒闭了。就这样给你倒闭啊！不过他倒闭前我就弃坑了，因为我太忙了，没办法玩，我就跟大家告别。因为 我那时候也是当那个会长盟主啊，你就创一个联盟嘛，因为大家都要冷战啊，冷战都要有会长啊，我快爆了，我快爆了。撞死你们！哎呀，撞死你们！我没火力了，好可惜啊！我没火力了，我被压扁了，我失败了，卡关哦！这20关是一个强大的 BOSS， 强大的 BOSS。没办法，20关给你比较难一点啊。这个金币200多，有点少。宝箱没有的领，转盘消耗这个钻石我也没有。好，反正他就过关给你看广告而已啊。平时不会跳，有的游戏很过分哦，在这边还会跳，没做什么事情点一点也会跳。啊，我们已经250了。哇，250打不过他，为什么？勉强获胜的，那么奇怪，是不是因为我的火力太分散了？哦，《Revenger Saga》，不知道什么游戏，应该是玩过吧？复仇什么的吧？我自己来改一下好了。缩成一排怎么样？缩成这种长条状，试试看，布阵一下。
反正一有危险我就不要跟他们撞啊。不要撞他们，我要保存我的实力。保存我的实力，不要在后面偷射我了。保存不了。哎，过了。我击败了全球 35% 的玩家。谢谢各位陪伴我一起看广告。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。好，这边有增加天赋的东西。随机加攻速啊，加弹体伤害、群体伤害、生命放置、碰撞减伤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